最伟大的诗人，都是用他的生命去写他的诗篇的，用他的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而在词人里边，因为从一开始，词就是歌言酒席之间给歌女去歌唱的歌词，所以艳歌小词，所以向来被诗人所轻视。所以你看很多宋人的文集都把他词放在最后，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轻视这个词，他们是余力为之，是啊，以这个歌言酒席的艳歌小曲子来看待他的。而只有一个人，词人里边唯一的用他的生命去写词的，用他的生活去实践他的词的，可以跟屈原、陶渊明、杜甫相比美，就是辛弃疾。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辛弃疾这个作者。在辛弃疾的这个作品里边，我第一首选的是一首《水龙吟》啊。这个辛弃疾写了很多首《水龙吟》，我所选的这一首《水龙吟》，题目叫做《过难见双溪楼》。过难见双溪楼。辛弃疾的词有600多首，我们现在在课堂上，我的研究生的班上正在读辛弃疾的词，大家都说：“哎呀，我们这个礼拜啊读了几首，这个礼拜的，哎呀，说每首都好，这是每首都好啊！辛弃疾的词，不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管是长调是小令。”啊，是嬉笑之词，是啊沉痛之词，我们说没有一首不好的，这是所有我们在班上的同学公认的。那600多首都是好词，你选哪一首？我为什么第一首选了《过难见双溪楼》呢？因为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里边常常从一个词人的作品里边摘录2句话来代表这个词人的风格。他说：“画屏金鹧鸪。”那画屏上有美丽的一对一对的金色鹧鸪鸟，是飞庆余也。这是温飞庆的话，其词品四之。温飞庆的词写得漂漂亮亮的，写得非常富丽的，非常这个香艳的。画屏金鹧鸪是温飞庆的话，他的词就像画屏的金鹧鸪。他说：“悬上黄莺语，端几鱼也。”是词品四之啊。好像是你弹一个琵琶，琵琶弦上弹出来像是春天的黄莺鸟的那种婉转流利的叫声，那是自然的，是天然的黄莺鸟的叫声。这是端几的话，那么端韦庄写词都是非常直接的非常坦白的，非常坦率的，是劝君今夜须沉醉，你镜前一梦话明朝时。说此豆见花枝，我白头誓不归。4月17，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昨夜夜半，我枕上分明梦见。写得这么清楚，写得这么直接，没有矫揉，没有造作，没有雕琢，没有修饰，自然而然的。悬上黄莺语，端几鱼，其词品四之。辛稼轩这个伟大的词人，留下那么好几百首词来。要找一句词来代表他的风格，我就从这一首《水龙吟》里面选出来两句他的词句，我以为是可以代表辛弃疾的风格的。那么哪两句呢？我们先把整个的这一首词看一下。过难见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见，人言此地夜深常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他恐水冷，月明星淡。待燃起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灿。这是上半首。
下树唱将对起，过危楼欲飞还练，袁龙老矣，不妨告我并呼两点，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有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来。我们说了，贾轩是用他的生命写他的诗篇的，是用他的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所以讲别人的词。文飞清的《小山重叠》《金明面》哪年哪月写的啊？他当时生活怎么样，那个关系不密切，那个关系不重要，他哪一年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没有关系，他都是写的是美女啊，都是写的是思妇。可是辛弃疾的《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在哪一年写的，这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他是用生命去写他的诗篇的，是用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哪一年写的，那是南宋的光宗，光明的光，光宗绍熙三年，辛弃疾53岁的时候写的过南涧双溪楼。我们怎么知道那是辛弃疾53岁时候写的呢？因为按照辛弃疾的生平来看，就是在绍熙三年的时候，那一年他接到皇帝的诏命，到福州做了福建的提点刑狱，然后绍熙四年他就做了福州的知州啊，知福州知府，同时兼任了福建的安抚使。我们光讲现在这还不够，我们所要讲的是说在这年以前，在光宗绍熙三年以前，在辛弃疾53岁以前，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讲辛弃疾你就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结合他的生平来讲。那么大家对于辛弃疾是很熟悉的，辛弃疾山东济南人，他是生在这个绍兴十年，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那个时候北方已经沦陷有10年之久的，所以辛弃疾是出生在沦陷区的，是敌人所占领的地方。他的祖父是辛赞，说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不能够追随政府南迁，所以就留在北方了。可是他的祖父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人，说从辛弃疾做儿童的时代，他的祖父就每每带着这个儿童到各地方去出游啊，指览山河，就跟他们指画山河，讲国家的兴亡啊，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啊这个战争的这一切的经历。所以为什么古人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你从忧患之中走过来，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啊。如果你生在安乐之中，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所以辛弃疾是生在沦陷之中的，他的祖父给他指画山河，他知道啊什么是战争，他知道什么是沦陷，他知道什么是沦亡。所以他从少年的时候啊，就是啊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啊影响。然后当他长大了10几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就叫他是2岁寄立到燕山。当时啊这个金元都是定都在北方的这个大都那边，而他是山东人，所以他的祖父就让他随着寄立。所以寄立着是古代每一年当秋季秋冬之际年底结算的时候有会计，要报告一年的收支，就要到首都去，很多世子就跟随他到首都去准备科考。所以他曾经2岁寄立
也到过燕山，他对于随北方对于金人的地理形势他有清楚的了解。少年啊，意气正盛的，所以他二十几岁的时候，22岁，那个时候沦陷区有很多不甘于受敌人统治的人，所以就各地有很多义勇军就起兵了。而当辛弃疾22岁的时候，他也聚合了2000人，这么多的人啊，就随义兵，就是不甘心沦陷受敌人统治的，随义兵，所以他聚合了2000人。可是就在同时，那个时候有耿精，有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叫做耿精了，已经聚合有10几万的义兵了。而辛弃疾就带领着他的2000兵马，就投奔了这个农民的义军，就投奔了耿精。他后来就是当他南渡以后，他讲到天下的形势，写了十论，写了九议，美秦十论，还有九议，是整个讨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的各种形势的。他在十论的降战这一篇里边说，我为什么去投奔了耿精？他自己说，他说楚里之民寡谋而易惧，他说那些个扛锄头的拿着篱笆的农夫，他们没有深思远虑，但是他们血气很旺盛啊，有一种义气，所以你一号召很多农民都来了，寡谋而易惧，惧败而轻敌，他们对于他们禁不住失败，一下这乌合之众就散了，所以不能够坚战而持久，所以这样的义兵人数虽多，但是不能够持久。读书人虽豪杰之士啊，深谋远虑，就不肯轻举妄动，所以人家说秀才造反10年都不成。这个秀才10年造反，他是他太过于深谋远虑了，都不轻易不敢动作。所以辛弃疾说，一定要这个读书人文人跟农民的结合，所以辛弃疾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眼光。而且他说读书人文人是不肯俯首居于农民之下的，所以人家辛弃疾有这样的眼光还不说，有这样的度量，你很多人不肯谦卑下来，以为这个是狂傲，这个是好，你应该谦卑的时候就要谦卑，所以辛弃疾就居然就俯首低声下气就侍奉了耿精，然后他就以他读书人的智勇谋略就说服了耿精，说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在沦陷区，你集合了这么多人，偶然经过几次失败，那乌合之众一哄而散，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后盾，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我们自己的祖国，跟那大后方的自己的祖国的人联系起来，我们这个才是有一个长久的一个成功的希望。那耿精听他说你说的好，你说的很好，所以就派遣辛弃疾就带领着一群义兵就渡江南来，就来到了建康。当时宋高宗就正在建康，所以当辛弃疾见到了高宗，奉表南归，然后高宗就给了他一个职务，就授他做右乘务郎，所以他就负责再回到沦陷区去阻止那些个义兵。可是没想到就在辛弃疾带着一批义勇的人士渡江南去的时候，出了一个汉奸。我们中国历史上永远既然有那忠于奋发的那些个光伟俊杰的英雄志士，我们中国有一向也有那些贪图小利的汉奸走狗的人物，千古以来
这两类人都是有的。所以就在辛弃疾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小人叫做张安国，他贪图自己的富贵，因为金人许给他，你如果把这个义军的首领耿京杀死，我们给你多少多少的金银财宝利禄的酬劳。所以张安国就把耿京杀死了，那些义军就散去了。所以辛弃疾从南方回来听说耿京已经被杀死了，杀死了你这会儿如何？就算了吧，没有了，你后盾你那十几万的义军都没有了，人家辛弃疾英雄豪杰之士怎肯就此罢休？所以辛弃疾就带着他少数的十来二十个人就冲到金人的营中。当时张安国因为他把自己的义军的领导杀死了，那金人正在跟他庆功要给他很多利禄的酬劳，正在那里饮酒庆贺的时候，辛弃疾他们少数的一群人冲到帐幕之中，说冲到帐幕之中把张安国杀了。人家没有，人家冲进去活捉了张安国在那个千军万马的敌人的营帐之中活捉了张安国，带上他上马，不眠不休，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连夜的不停止，就活捉了张安国把他捆在马上就带到健康，带到战康把这个张安国献给南宋的朝廷，在健康把他正法了，把张安国正法了。所以辛弃疾晚年写了一首词，说壮岁尽体永万夫，锦蝉图计渡江出，宴饼夜醋迎葫芦，我汉奸赵匪进蒲谷。以我当年二十多岁的辛弃疾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说壮声应该这样的声明，他以为只要他来到江南，那还不是转眼之间一两年两三年我就可以把失地收复啊。抱着这样的豪情壮志，辛稼轩就来到江南。来到江南，你要知道他一个北方人来到南方，而南方很多苟且偷安的人都是主和的，他是主战的，而不但是政治的主张不同，而且我们中国地方这么广大，所以常常有一些地域的限制，有一些语言的隔阂，所以南人北人一向有这样的地方的这种见解，这种斗争。所以他来到南方一直不得志，奉表南归。然后他就给他一个什么小的职务呢？让他到江阴县去做签判，作为一个县里边的小属官他的豪情壮志哪一天才会实现，让他去做这个江阴签判的属官。后来等到这个宋高宗死了，孝宗继位了，高宗死了孝宗继位了，那孝宗继位就赵队，那稼轩当年壮岁尽体永万夫也是很有声名的，所以孝宗就赵队他当时就对孝宗说，祖江危险须借两淮，我们要想南方能够安定一定要淮南淮北要作为我们长江的屏障。所以他就上一个奏疏，他说我要练民兵来防守两淮。我们常常说的十论九议都是在孝宗的时候他上了十论九议，上了十论九议，好，孝宗说好。于是当辛稼轩33岁的时候就让他知滁州，滁州正是南北交界的一个地方欧阳修曾经写过这个《醉翁亭记》在滁州，正是在南北交界的一个地方就知滁州，因为是南北交界的地方，正是在战场的前线，所以滁州的老百姓逃的逃走的走一切商业零落一切市场荒芜，是一个就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小城。辛弃疾来了以后马上招募流亡，就是把那些流亡走的人都招回来马上就练了民兵，马上设立了屯田的制度，
而且减少赋税，使大家都回来。不但农人的赋税减少，商人的赋税也减少。没有两年，滁州的气象就完全改观了。所以辛稼轩不但是一个有智谋，不但是有魄力，真是能够实践，在实践上真是见到功效的人。那后来所以南宋就发生了一个寇乱，就是南宋就发生了所谓查寇之变。那个时候就让这个辛弃疾做江西提点刑狱，是掌管法律的啊，来缉捕盗贼的，就让他去捉拿这个茶商，后来的形成的寇乱，都是因为赋税啊，苛捐重税，所以这些个茶商就形成了寇乱。于是，辛弃疾也讨平了这个茶商的寇乱，做了江西的提点刑狱。然后他做了湖北安抚使，当时各地的盗贼方起，他就替朝廷平定了各地方的这种战乱。而在他平定了战乱以后，他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论盗贼渣滓。他说平定盗贼，我辛弃疾是尽量去平定了，但是这些个盗贼是什么人成为盗贼呢？他说因为这官吏，做官的人有残民害物的政治，而没有政府管他，就是这些贪官污吏，他们是残害人民，贪赃枉法，而州不敢问，县不敢问，州县的人不敢给那些个当官的而残民害物的人，不敢给他们惩罚，所以田野之民啊，所以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告诉，没有一个公平的法律可以给他们一个正义。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辛弃疾说的，说民不为盗，去将安之？你政府没有给他一个活路，人民不做强盗，他做什么去呢？辛弃疾说了，夫民为国本，人民本来是国家的根本，是贪吏迫使为盗，是那贪赃枉法的官吏啊，迫使老百姓，结果成为盗贼的。他说今年剿除，明年铲荡，今年你说消灭这些盗贼，明年也消灭盗贼。他说就譬如一棵树，你日可月消，每一天砍伐它，不损则折。你总是杀老百姓，而贪官污吏逼迫老百姓去做盗贼的。所以辛弃疾虽然替朝廷平复了这些盗贼，可是他上一个论盗贼渣滓，他说欲望陛下，他说我就希望皇帝你慎思治道之由，你要好好想一想，是什么使他们做盗贼的，讲求米道之术，你要讲求的是从根本上使人民根本就不会去做盗贼，无图是平道之兵，你不要只是仗着军人去杀死他们来消灭他。他说皇帝你要下诏命给各州各县，不要迫害老百姓，要以惠养元元啊为宜，你要注意啊，对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于是啊，他不但是在孝宗的时候写了这个论盗贼的渣滓，他同时还给这个皇帝写了一段话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因为像辛弃疾这样子，你想他要责备这些贪官污吏，哪个贪官污吏不痛恨他的？所以辛弃疾就跟皇帝说了，他说臣我孤为一身久矣，我是孤独的一个人，我是危险的，多年来我孤为一身久矣，和陛下保全事有可为，煞甚不顾，我是蒙皇帝你保全了我，那么多人都痛恨我，你保全了我，所以凡是有我可以为国家效力的地方，煞甚不顾，我自己的性命我
不顾念的，况陛下负臣以暗查之权，责臣以澄清之任，何况皇帝你交付给我暗查的权柄，你要求我的是澄清的这种责任，封部之内，在我所管理的这一个地区之内，立有贪浊，直所当问。在我所管理的地区，如果有贪官污吏，我就要管他们，直所当问。说自尽贪浊之力，臣当不畏强欲，次第暗奏，我一个一个要把贪官都整治了。然后他又说了，他说臣生平刚浊自信，他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平生这样刚强啊，不善于圆滑处事的，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我跟这些贪官污吏斗争，虽不被他们所容受，故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我真是担心，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呢，他们的迫害就已经来到我的头上了。这就是他在淳熙年间给孝宗所上的一个奏折。而啊，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这个《水龙吟》，就是在这种种的遭遇之后所写的一首词啊。我们现在先结束在这里。